that's me. You're probably wondering how I ended up in this situation. 今次就到我呢个渣仔抓住人人有车揸嘅流量密码。简单介绍下自己先，我叫 Thomas， 虽然系一个赛车界嘅素人，但绝对唔系一个车嘅素人。喺做人渣之前，其实已经有接触过赛车电竞。喺疫情完咗之后，仲透过一啲平台参加咗唔同嘅小型赛车比赛，但最后因为铺印越嚟越大啊，所以之后就自费参加咗大大小小嘅 track day 同埋圈速比赛等等。但系总觉得呢啲好似净系得个玩字，唔系好见到作为一个职业车手嘅前路。有一日，好早啊！而家七点都未到。小生喺度，少少紧张，少少兴奋，系嘛？听阿 Samuel 话你都有揸过赛道噶喎，系有揸过 GS， 系啊，系所以珠海系第一次去，系嘛 ？OK OK。珠海赛车场距离香港最近的 FIA Grade 2赛车场，应该很多香港车手都去过。咁作为我考牌的处女作，咁当然要喺度留翻啲胎痕先得啦。俾啲耐性，揸紧过去噶啦。人人有车揸，我哋架车要挨翻嚟呢边啦。刹车一定要攞到最直嘅，攞条直线去刹车。入 T 四啦，彎心喺呢度啦。準備好曬所有嘢之後咧，就到氣浴 check time 啦。其實我嚟之前已經上咗一堂關於賽道安全守則旗號等等嘅課程，咁所以陣間就由 Sunny 首先帶我遊一圈賽道，然後就到我揸啦。Few minutes later. 冇錯，喺 T 一衝咗出去。不過好彩，人冇事，車冇事，銀包都冇事。其實剎車個距離咧，線路你其實掌握得到嘅，冇十成都有八九成噶啦。咁當然可以再用闊少少啦。咁啊，要用 curb 嗰啲位置，除咗 T 十四之外，唔使用。使用咁多或者用好少，好少之後，其他地方要用嘅都用到。剎車位嗰陣時候，而依家掌握咗個剎車架車嘅動態咧，你就可以將個寬度用翻寬啲啦，你可以再貼邊去剎車啦。啊，咁但係剎車嘅距離其實係對於呢架車呢個速度嚟講係應該係夠嘅，只不過係你第一腳踩剎車嗰下，或者你成個剎車嗰個層程嗰個壓力咧未掌握得好好，導致到可能你有時。啱啱踩剎車嗰下，嗰、那個減速唔夠啊！咁但係基本上，我覺得你係知道應該係點揸嘅，可能但係你想你又心急咗少少，想試嗰個逼力啊，想試一個快嘅減速，係導致到係呢度失誤啫，其他地方其實個逼力掌握都 OK 嘅。同埋你 overshoot 咧，架車剎唔停，你都照扭入去啦，你就會令到架車更加容易失控啊！我哋咪 spin 咗，跟住咪完全救唔到嘅。如果你真係剎唔到嘅話，你其實應該由得佢直行。直行多一陣，直行多，你可能會 miss 咗個 apex， 但係起碼你可以再有一段嘅直線去到減速，跟住先至扭曬。咁你架車咧都會扭咗入去，但係可能喺個彎嘅外線扭入去咯。你會 miss 咗個 apex， 但係起碼你扭到入去，同埋架車唔會失控。但如果你架車仲係處於一個 over speed 嘅情況下，你再扭曬咧，架車就好似頭先咁樣，會好容易失控啊。係，收到。咁呢啲係經驗，我哋要知道嘅。係。聽完師傅嘅教訓。反省過自己的不足，下一節就到我發揮的時候了。好了，現在來到最後一節，我們的素人計劃學車，學員有 Thomas 和 Huda。 Thomas 呢剛才其實在第二節的時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時間，很穩定，很穩定，做到一系列的快的圈速。咁我哋翻嚟睇完之後咧，我都有俾咗少少，我哋俾咗少少嘅建議佢，希望佢今次嚟緊呢個最後一節咧，佢有能力去突破佢自己最好嘅時間。
好啦，我同謝森準備好啦，準備衝埋去啦，佢而家準備落車啦。我喺後面偷襲佢。就咁合格獎就恭喜你已經完成呢、這個係嘛？你有資格成為人渣啦！人渣課程係啊，咪咁想考完牌就唔係代表完結嘅，而係一個全新嘅開始。而我嘅第一站就揀咗遠道泰國嘅一場卡丁賽事 Road Test Match Challenge。有睇開人渣嘅應該喺我攞牌嗰段片已經知道㗎啦。最终以中游的成绩完结，都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啦。同一时间，我都作为人渣的试车手，试了一部赛道化的 Honda FD2。除了给自己过下手瘾之外，亦都是为了我人生第一场的房车赛事做好准备。人人有车揸。我哋今集嚟到呢個浙江啊，好狠熱啊！亦都係阿渣仔阿 Scooby， 即係 Thomas 佢第一場嘅房車賽。今次就會加呢一場吉利 One Make 嘅，就用呢個吉利仔，之前都人渣都出現過嘅。咁呢個其實一個比較入門嘅賽事，其實所以又非常之適合啱啱嚟賽車嘅朋友。但今個週末咧非常之熱啦個氣温，咁希望阿 Thomas 有唔錯嘅表現啦。作為一個打工人啊，邊有咁多時間可以賽前試車啊？所以去到賽車場，我先第一次見到我部戰車。我第一節練習都幾忙啊，又要熟悉部車，又要熟悉賽道。希望一切順利回到 pit 啦！真的冷，但是看不到的，即是看不到的，我以为 OK， 你知道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揸完一日车，咁当然就在夕阳下散下步啦。其实 track walk 可以帮到我哋车手了解赛道的实际坡度、curb 的位置，同埋可以利用的 banking， 之后再配合翻 on board 的 video， 就可以去调整翻自己的驾驶路线同埋方式。有得行就好，把握机会啦，只是 race week end 先有嘅咋。好啊，交换啦！就要睇嘅就系佢路面嗰啲粗油啦。人人有车揸。Tomorrow。哇！忽然落好大雨啊！其实一开始都系少少嘅微雨，我同我前面嘅车手都冇太大嘅影响。遇上只是集中在 T1 的大直路，但是其实已经 feel 到条胎的走地力已经开始慢慢地变弱，之后那圈其实已经收慢了，去熟悉一下湿地的赛道。但是发现很多车红旗都回来了，但是 Thomas 啊还未见他回来，究竟他是不是冲了出去呢？是啊，冇人知道，冇人知道。師傅們的直覺真的非常之準，因為在之後那圈一進入到尾灣之前的大直道，就立刻好像晴天霹靂一樣變成香港的紅雨。就算我已經用半夜紅胎，條帶都在一瞬間失去了所有的走地力，甚至乎連直線起油都有困難。其實在進入剎車區域200米前，我已經開始進行這個減速的動作。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***ed up。 但無奈的是，條胎已經完全落死，仲要拖到 engine 都死埋火，嗰下对我嚟讲，其实都真系几绝望噶，甚至已经有准备炒车嘅心理准备。不过好彩，最后都系停得住，部车安全翻到嚟。最终赛道因为受到大雨嘅影响，变得完全无法驾驶，期间更加有车手发生比我更加严重嘅意外，最终才会出事红旗，所有车都翻晒维修区。Yeah, I'm me also. Yeah, and just stop.
在最后一次练习之后，接住落嚟嘅就系车手会，过程有啲闷，就唔可以进录啦。不过作为一个车手，一定要听清楚每一个规矩，因为每个赛车场、每个比赛嘅规矩都有少少唔同噶。如果唔想俾人罚秒，就要打足十二分精神去听啦。有四条新胎出啦，今日终于可以用新胎啦。今次我有特別嘉賓啊，方拎鏡高揸世界賽嘅 Jeff Rock 嚟參加超級聯賽，咁其實一個好好嘅對其他車手一個好好嘅經驗咯，等佢哋知道同世界嘅距離係差幾遠。你最後先至做到嗰個標準？係啊，最後先揾到個節奏，最後圈新胎出嚟，反而我覺得仲虧，因為個尾又 grip 咗啊嘛。係啊。變咗去到，反而去到最後咧，個揸踏變翻個尾甩少少啦，反而冇急。準備你今日第一場嘅比賽啊！係啊，應該好緊張。最慘就係太多時間等，就會諗好多無謂嘢。冇錯。緊張到爆炸！緊張到爆炸！緊張到爆炸！緊要啊，個個都係咁噶。係啊，我諗睇到嚟呢度嘅各位都會期待緊一啲精彩又刺激嘅鬥車畫面。但係唯一一節嘅官方練習，因為落雨冇得練習起步，再加埋我對賽車嘅唔熟悉，最後起步失敗，未位起步。不過我都留了少少精華俾自己回味一下嘅。出咗两三次安全车啊，依家剩翻我咁两三圈到啫。最后 Thomas 就系第九位完成佢第一场嘅比赛啦。虽然起步麻麻，但系最尾都收复翻。好多位啊，因为佢第八步其实都是落后咗一位。就是咁，我完成咗我人生第一个房车赛嘅比赛周末，成绩呢虽然就未如理想，但系俾到我嘅经验却系比成绩更加重要。CTCC 比赛嘅氛围，专业赛事嘅观摩，同 WTCR 专业车手同场经验嘅分享，俾我知道
速度、名次其實都是很次要，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，在每一個發車的位置接受完成的名次，都要保持到自己的心態，絕對不可以因為少少的挫敗而令到自己放棄了自己的夢想。這個就是賽車。